好难转哦，好难转，就是它那个灵敏度有点太高了。哦，可以调啊调啊调。它眼睛有星星的，眼球里面有星星。它可以设置很精致吗？还是就大概而已？就大概而已啊。哦。你有我实况台吗？可以看我实况台。可是我包不了一个路子，你有可能要帮我看一下。你开实况 FB 会直接提示吗？不会。这个大波浪姐姐也超爱的。翻上树，你可能要贴一下。啊，没关系啊，你先用，然后我晚点这里打完的时候，我再开始连过去就好了。进，哦，对，也可以。对啊，我印象当中就是记在肯定，然后我那个都忘记加。哇，谁啊？补的好大声啊！我可以放大。眼睛颜色这次超多哎，所以它的模型你一开始可以接受就对了，还不错，比幻想城还好一点点，差不多。所以他们是有进步咯，起码画风不是之前那个样子吧，应该这样讲，画风真的有变。有点犹豫发型呢，你选战士哦？没有啦，应该还是法师。法师啊，因为刚刚上面看挺在一个战士的图案。你有开音乐，还是他本身的音乐？他本身的音乐。哦，他还有谁？谢谢呐！哇，太好了！怎么是中文啊？哦，是绑辫子的。嗯，让我思考一下。十分感谢你。好棒、啊！想看看。行啊，我很开心呢、啊。让我们俩想一下哇。哇，谢谢。嗯，哇，太
怎么他的声音有点猛啊？想看看。十分感谢你。背包的空间已满。快看，有新邮件。呀哈！我就知道我今天运气不错。系统语音。背包已经满了。系统语音也太妙了。有人寄信来喽。是个很稀有的宝物呢。系统语音有没有好听一点的声音啊？比方说像佳佳那样之类的。哎呦，背包已经满了。那你要选男生啊。有人寄东西来，会是谁呢？可是就没有好听的，你懂吗？而且大部分都还是女生的，发生什么事？是幸运女神的眷顾。背包满啦，选这个好了。不然你也可以选霸气一点的、啊。我选了一个小屁孩声音。不过它的背景音乐还蛮轻快的。哇！一颗小球球把所有人都毒死了，好猛哦！快点，昨天从天上掉落的火球似乎就在这上面。猪？话说那个火球到底是什么？难道是传说中的陨石？传说中的陨石？我在讲什么？是陨石的话，这里早就被炸成平地了。浊气感染的。对啊，被浊气感染了。亚历克，森林很安静，就算是动物们也受到了惊吓，躲起来。别发呆了，快来啊！啊，还可是，我靠！结论是还是用 WSD， 我们换一下。哇，骨头！看起来应该是人的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？WSD 哦，完整啊！难道说用其他的是被困在这里的旅人吗？看你能不能改那只按键啊！看一下，不是按键，滑鼠，没有啊？可是滑鼠点就很哇。比较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该不会跟这具骸骨有关吧？骸骨都出现了，看来森林里面的状况应该不太乐观，我们得提高警觉了。拿好你的武器，我刚准备好，我们走吧。想说怎么装武器，死人才好。你看，这我们讲了那么多的那个导航系统还是没有改掉啊。哦，所以它还有自动导航。对啊，自动导航还是这样。就是那黑喵不是就他如果有这个，他不是说他会晃不下去。小心一点，就自己不要按喽。这些恶心的骷髅到底从哪来的？关节，关节是他们的弱点。我可以当做完剑灵了。我看到我的时候画面看到你说刚刚为什么武器装不下去。有点难操控，能改。小心，后面又来了。如果可以改成像，没完没了啊！如果可以改成像那种，就是说啊，下海，这是这个画风就是救世主啊！这样下去没错啊，可是得找出这些骷髅出现的原因。应该不习惯吧？对啊，问题肯啊，他不是全三 D 啊？那是陷阱。差点变成烤肉串了。
摆在尖刺还没出现前过去就行了。走吧。既然是法师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配智力就对了。确实。哎，来，我要给。对，李烈。天哪，这些骷髅怎么越来越多？不是这个吧？恶灵古堡吧？有钢砖吗？又变恶灵古堡。又是一样。安全啊！大家看，有一幕就是在恶灵古堡。该不会是骷髅掉下来的东西吧？神器呀！我刚刚有出，然后等我重新整理。看起来不起眼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厉害，好多竟然在消灭那些骷髅。他们也找不回去，你就不用跑回去了。哇！攻击怎么样？哇，他中了什么技？梅林呢？哇，他变成红粉老妖了。哎，小心点！红粉老妖。是啊，他变成红粉老妖了，快看，这是老妖。怎么最新看的游戏都跟剑灵脱不了关系？老妖啦，跟老妖脱不了关系。没有了。哎呀，该死了！我不知道该怎么操控，真的。找剑灵王冠回来之后，突然失忆了吗？也不是啊，真的不好操控。我剑自己玩，不知道真的。有点面。哇哇，这是又要生离死别了吗？老妖都这样。可以啊。小婉之后就要跟你告别。有关系。他气喘病发啦，医生，快解药！新鲜的空气，哎，他瞬间，立刻被毒气吞掉了。耶！活了这么久，你想要人类还是一样愚蠢？只要你两个自己受到毒药，你丝毫不会起疑心，真是太有趣了。怎样？心脏的气血，真气。完蛋！可恶的家伙，竟然敢帮你玩！本来我还想多玩一会儿，可现在你休克！住手！陌生战士。哇哇，这完全是一个那个剑士突袭冲过头的概念。跟着走呢。来了来了，又来了，昏倒，然后又开始听到有人在呼唤你了。老梗。对呀、啊，幻想声音是这样，做梦梦一梦，然后就突然醒来。这大概是在传功吧？哎呦，你谁啊？哦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能起身吗？嗯，来吧。这广告是讲前后颠倒安尼无，啊，正正讲咧做，全拢顺咧咧做，真系好像去跳广告片。哈哈哈。先三七二十一，前后颠倒就交了。改界面，看一下哦。现在系统设定吧，游戏。可能我们玩习惯3D，忽然玩那个2D不习惯吧。看，这不能设定为。好机车哦！如果它设成 3D 的话，我原本想说要把那个上下左右，就是主要是因为它打怪有点，我觉得有点容易点到地板，然后它点地板又刚好是。会走过去，移动，然后又要按 WSD 又走回来，对，又要再走回来。拜。开心。啊，算了，管他的。
错，其实这跟艾尔之光也有点像吧。兄弟，艾尔之光。呀，怎样写？雄心大。他会不会是另类的 low 啊？另类的 low。不需要那什么，我的武器快坏掉了，打完弹幕就要烂掉啊！还有耐久度，嗯，或者是也让武器有耐久度才是正常的吧？会武器在这里的等于你重视了。大哥是不是忘记关声音？可能。耐久度是 OK， 但是我无法接受，就是。越修理它的耐久最大值会一直掉。还够用掉练习干鬼的，阿旺不掉。这个。我给我用用，你我跟你讲，我用用哦，我哎。大哥，我把它给你买。大哥。哎，无阿姨，我用用不。是的，就直接。你可以打字说，然后把它移下去，等他回来的时候再把它上来。帮我掉，我掉。好，我送我。我把移上。这是超级有礼貌的做法。我先。刚好。好，继续。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看到偷工减料的嫌疑？偷工减料，难道被你抓到 BG 了？不是，那个衣服，我现在旁边站了一个剑士，那个剑士侧面跟我法师衣服根本差不多啊。啊？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正常来讲，不是要穿盔甲？他那不是盔甲吧？很蛮像布衣的。啊，我知道你都是新手啦。爱嘛，欸，怎么不能按？好，可以了。按 Q 可以。韩飞儿。跑去哪儿了？你有看见安菲儿吗？有看见，他被拐走了。被什么拐走啊？被那个守备队长，我看到他们刚刚两个人有一腿，然后就被拐走了。哦，又怎么了？小赵毅怎么了？他去之后外观会变吗？不会，好，果然是传奇做法。搞不好这个游戏搞不好又是可以切换技能的那种啊。那我可能就真的红色王不玩了，应该不会吧？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那今天让你测试出来，觉得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。我应该，你们这些教科
九点我就要去开剑山了。你们再继续靠近我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啥？光这只是体验而已啊。哎呀，哎，蛋掉了。好，蛋掉了。那个不可以，快点还给我。快叫他捡起来。你们竟敢抢走贝克送我的礼物！哇，大小姐，你打不过一只鸟。你怎么会跑来这里？不过你来的正好，鸠可偷走了贝克送我的礼物，我要去抢回来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我真是来了！哎，他会讲话。真是来了！那 Joker 老大会讲话。Joker 找到不该吃的东西 ，Joker。而且有没有觉得他长得像数码宝贝萌系啊？三代人 ，Joker。数码宝贝都出来了。你们这群小偷，快把我心爱的宝石还给我！用头锤。我没有。鸠可，不可以把不干净的东西交给人类？主！啊！主！主！主！呸！怎么感觉呢？呸！莫名其妙的。而且刚刚画面一直在闪烁，是发生什么事？那他的故事剧情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看到现在我只是看到一个大村长小姐，村长的那个就是一个场景，然后被他发现，然后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植物生物，他会讲话，长得像数码宝贝。先回到了，我的宝石，他进去了，又来了，快掉了！哇，魔法好漂亮。完了完了，又来了！哎、欸，真的是，只要跟主角扯上人都会死哎、欸！天哪！但天煞孤星，真的主角根本带赛，怎么跟这里一样跟主角扯上关系？非死即伤。刚前面是那个弓箭手那个被吸了不知道什么东西要爆炸，然后现在是村长女儿，下一个换谁啊？天哪！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哪个是法师的？看不出来，哪个是法师？这个吧。开始找贝克，找他男朋友。我们获得人心宠物，宠物。所以主角并没有要，哇。原来浊气这么的毒啊，哪里都是浊气啊。这款游戏好像是多元化家具合成的。没有啊，只是说我脑不太大。到处都是浊气啊，所有物品里面都封印着浊气。
气。刚刚这个故事讲话什么放开哥哥什么翻出来！哎，等一下，翻什么事？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你还敢说？明明就是你叫我不要乱跑，结果你竟然在这边！安菲尔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在帮他。翻什么事？捉奸现场。我感觉说你好像你玩的蛮嗨的啦。没有，很好笑啊，是捉奸现场哎，好好玩哦。好嘛喂，他的分流是怎样？绳子、裤子、袖子、袜子。我选那个袜子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好，非常棒。我跟你讲，树刚刚又讲了一些，刚刚他又讲。而且我在开台，你知道我现在开得很嗨，像神经病一样。我现在吹头发。好，我现在开得很嗨，像个神经病一样。完了，这个人的症状跟那个大小姐一模一样，他该不会也被浊气？想要什么就选什么，揪了一口子。到底为什么要收集花粉？你是蜜蜂哦。诺伦斯就麻烦你了，一定要平安带他回到晴空村。哼，这么关心一个陌生人，还说你们没有关系，少骗人了，我不理你了。哎哎。捉奸现场啊！太危险了！别打了，不好做啊！哦，原来题已经回来了。是我错觉吗？你怎么会现在才回来啊？天都快黑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的脚怎么了？竟然还给别人添麻烦！你给我过来！哎呀，踩个花粉也会受伤，你是又到哪里去偷懒了？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村庄外的花精灵开始攻击人了。怎么切个四川回来就爆炸了？
哎，这黑木狗。能量值啊！是啊，就是自己回复，想回复蛮快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在 CCB 公社，所以大家都有调高。等公社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哦。原来，我突然觉得好伤心哦。你这个画风有点像我之前在玩兽了。他是全三 D 的，全三 D， 对，他是全三 D 的，那、啊、只是视角不一样。哎、欸，这只胖仔，这个谁来帮帮深深大人呢、啊？叫数码宝贝，穿山兽，超像的。三神大人要什么就选什么。哇，展示好像也不错哎、欸。都不能调视角，哎呦！那应该只能拉高跟拉近而已吧。对啊，然后我忘记不能调视角，刚刚还按得很开心，就是很习惯性键三的操作方式。哇，这你这只圆滚滚的蛮可爱的。长得很像那个数码宝贝三代里面的那个穿山兽，不知道可以去 Google 一下。那你刚刚跑那么久，有没有看到里面 ID 叫做圣甲的？没有。想说佳佳不是有抢到什么，好像都没有讲话了。啊？佳佳没有去玩下载游戏啊？他没下载游戏。怎么啦？所以我才说账号可以拿去用。哈哈哈！当当。哎哎哎！有妹子，胸很大。我现在来下载游戏啊，左音。好哦，而且穿着黑丝袜。哎，今天我跟你报个时间，他今天四点到十一点吧，还是十点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圣宇。我是跟那个，我叫圣宇啊，跟那个我那个一样啊，见人家。我以为你要叫防寒技术。真的是。你这是咋了？公厕，现在公厕。对。你有加我好友？还没，等一下。不是这样子吧？你一直卡住。那所以，分手，等一下，都被他抓起来做了。
神木镇。这个千金，我现在在犹豫名字。冷冻猫肉啊？要不要叫更小趴的？小趴打完去入馆。我不是一只猫。不然就那个，你就打青岛庐山什么啊哥的啊？哦，庐山升龙霸喵犬。我没说你这个名字超酷。我们静静等待黑喵到底会多想他的 ID。你什么就选什么。你没说什么？他说你那个庐山升龙霸喵犬超帅。真的假的？很怕啊。还我票票拳！断线啦！我不知道叫什么。断线啦！你敢来的哦？哎、欸，直接断线了！哇操！哎、欸，他直接断线嘞！被挤下去的吗？搞不好。因为呢，有人在抢、啊，然后他一直在开分流而已。我得到一个妹子就断线了。而且是个妖精族的妹子哦。哎、欸，这个画面不方便播放，只好切一下画面。噔噔，稍等我一下，打个账密。其实我忘记了，赶快看一下牛牛的那个讯息记录。我都数字，都数字而已。因为我整个就是懒鬼打法，我直接用复制贴上。你怎么？我跟你一样哎、欸。然后我就是这样，然后后面发现注意看的时候，才发现哎、欸，黑喵你的这个。然后我上次不是问叔说，哎、欸，你的账号密码是不是也是嗯？哎，好了。然后是常开之后才发现的，啊、不然我偶尔当时帮你开是偶尔开一次，我还好。喵姐，袜子停机了。啊？那我只好选帽子喽。哦，该人数。那你们可以选两个人就可以一起了吧？那我也去帽子。没有没有，帽子满了，我选那个袖子，反正只是分流而已。还有裤子吗、哦？对啊，对，还有裤子跟绳子。这很妙哎、欸，这个。那为什么他没有绳子啊？有绳子啊，在上面最上面。哦。奇怪，怎么没有上衣？那内衣呢？内四角裤，四角裤。我们人要内敛一点哦。还有袖套啊？袖套。哎、欸，换衣服嘞！我变成铠甲了。What？啊！我怎么变成穿铠甲？好伤心哦！哎，所以它是共通的哦，只是分流不一样而已哦。对，对，它是共通同一个伺服器，只是不同分流。它只有一个伺服器，叫拉布拉多，大概是狗吧。我是刚要讲而已。精灵妹子嫁我，好可爱啊！这长得像数码宝贝，数码宝贝。我不跟你开玩笑，长得像穿山兽。我等一下你的师兄还会中那种浊气针吗？对啊，你家还会有师兄，然后通中浊气爆炸，然后师姐也会中浊气，谁跟你在一起就谁中。好可怜啊！天煞孤星。跟建宁一样，非死即伤。都这样。都跟我买过药水啊！你是被你的甜水记忆踩差，全家记忆都差。这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影响着他们？找到了，看我的！果然是枯树林搞的鬼。到底是谁把枯树林引来这个地方？精灵妹子在卖萌，几百岁女人了。把你们的力量借给我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头好像昏昏的。到底是怎么了？太好了，你们终于恢复了。精灵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
人木镇有救了。什么镇有救？前面还有很多被影响的镇民，拜托你们帮帮他们。获得了新技能。找出失去理智的。不要碰我的兔娃娃！不要碰我兔娃娃！哼，小气鬼，我偏要！哇，小孩子吵架，而且是个妹子，超可爱的那种。这样直接穿门，穿门是可以的，穿门。怎么打起来了？让我们猜猜，一定是那个中了浊气的师姐。99%出事都是这样来的。这可不可以把人物隐藏？我看到好多精灵哦。应该可以啊，传奇的就像看到复制人一样那种感觉。我看一下。有隐藏玩家，大姐看到了哦。我把名字取得很奇怪，然后他叫我名字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什么？你会不会一边讲一边笑啊？就跟你讲，我的名字叫林喵咪嘞。你不觉得今天森林很静吗？不会很屌啊？怎么感觉好有压抑？戳到了，你没事吧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用很屌啊，我只是用很悲戚而已啊。为这个女人，为什么？林喵咪嘞？哎哎哎，浊气发作了。哎，孙子，不是的，这不是我要的，这不是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让我变成骨头？看起来应该是人的，你他妈废话！安菲儿，哎，跑掉了，镇长，你没事吧？安菲儿，一定要把他平安的带回来啊！镇长，醒醒啊！哎哎，镇长死掉了。只是昏过去了，哦哦，昏过去而已。没有大碍，我还是死掉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安菲尔找回来。他身上有非常强大的邪恶气息，绝对不能放任不管。啊，怎么样，哥哥？恐怕又要麻烦你了。拜托你。又是一个养精灵的概念，没关系，这比那个什么幻想神域的什么夏娃好看多了，可以接受。他的画风你们是可以接受，站下来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特征吧，这个精灵长得特别正。为什么我手上又没有武器了？但还好他们的那个绘画师有换的。嗯，他们说这次游戏比较着重在剧情，先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反正我目前只看到，反正所有人通常都被浊气给浸死，谁跟主角有牵挂就谁被变煞孤星。这是一个设定。然后后面会不会催泪？就是遇到一个他喜欢的人，然后一样啊？配点呢？要怎么点啊？你玩什么职业啊？点点那个战士伺候，全部点敏捷啊！啊。嗯，不对啊，不是战士才有权可以。啊、刺客就全部点敏捷啊。因为我说我要玩战士。你不是要冲着那个拳头过去的吗？我没有啦，就跟你说他打不三不四的拳，我才不想要玩呢、欸。真的，他真的。哦，那我知道你想要站那边。操控真的有点不三不四。哎，好多人骨。
不是怎样，二零古堡概念就是踩过去僵尸就会活过来。那个就是苏醒，你把它唤唤醒了。可是踩他的不是我。会说痛，是谁踩我？就是跟那鬼门关钢罩一样的那群是一样的，踩着他就起来了，他树上会掉下一群。走过去，他感应到他就会下来。那黑喵会玩刺客，他刺客我刚刚去看影片介绍啊，他好像有一招可以冲过去网的后面，然后再冲回来，像闪避哦。亡灵将军，将军将，好好大字，等等，我没魔了。你一开始不是说回很快？打怪才会回啊！哦，林老师的，哎，我拿到法杖。错，林猫咪。等一下，我不会扣血，我可以跟他互靠到死哎！平 A 他，平 A 他。有人这样的吗？不会扣血。老师，有人这样子 A 了又 A，A 了又 A 是可以的吗？哦，他的那个 S， 你用，如果你用左键的话，就会回复啦。而且回很多，哦、所以他有技能可以自己回去的。对，他好像就像普攻那样，普攻就会回，就像能量点。安菲儿，我们要来看他异变的，这个预告片上面有出现过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安菲儿，你是比不上诺伦斯的。不会的，贝克喜欢的人是我，他就要来找我了。你说的对不对？真的很可惜，你答错了。来的人不是贝克，贝克他已经不爱你了，连真正爱你的父亲也被你亲没死啊，昏过去了。不，我没有，不是的，我没有。啊，浊气，爆炸！哇，等一下，还长翅膀。让我等到了这一刻。哪位啊？到底？等一下，好大只哦，好痛啊！哎，其实还好，可是你不要一直跑。不是啊，真的有点难操控，不是我要说。又 SP 不足，让你尝尝森林的战斗。算了，反正他 A 我也不算。来，加好友，加好友在哪儿？好问题，好友在哪？右下吧。社群，哦呦，有看到了。来，再跟家加我。剩啥？剩余一不余。他是召唤的。对啊，就跟我召唤师一样的那个。
你是什么 ID 啊？有没有猛啊？有看我实况台，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什么鸟 ID。然后他们刚喊我名字就喊那个。林老母。我不是叫甘霖老师，那个剑灵有人取过，可以叫甘霖老喵啊。林猫咪。不要，老喵听起来好老哦。以后你的挂号器。又被揍。怎么又是你？抱歉，来晚了。拿盾牌的怎么好像都特强的、啊？成功了吗？对啊，我有点，如果有玩的话，我会想玩圣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我不可以让安菲尔受到伤害。即使他变了，他仍然是我所爱的安菲尔。你们两个身高差太久了吧？爆炸！哎呀！我的意识，区区的人类竟然敢反抗我！菲克，对不起，我应该……有人叫哇，运气太好了！杀了我，杀了这只怪物！反正现在大名字都在乱取，法蒂斯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哪儿？你到底在玩什么？斯赫罗格！真是浪费我的时间！我看到我家的青梅竹马嘞！我来找你了。这时候也只能选自己的武器是吧？对。哎，两个都死了。亚历克，所以说这个拿盾的，奇妙，你这个 ID 可以用到公车啊？啊，你讲啥？说你的 ID 哪？可以用到公车，蛮。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蛮有那个一个调调的味道，不是很爆霸气，就是感觉很搞笑哎。果然黑喵品变了。我变了，就像你忘记我见你的风车。叫做 JJ 阿布拉罕吗？好可爱哦、喔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说你变了，你真的变比较不会走那么霸气路线。是哦。格里芬，难道是主机的问题吗？丢克，哎呀，丢克，哦，丢克老大。是教授。哎、欸，他眼睛好漂亮哦。丢克。这家伙可以带我们回拉普拉斯。那个就哥老大好像一步就很挑，他走路就很挑。哇，我十九兽哎，他的肉球是蓝色的。神神大人，你要保重啊！Joker，嗯。而且超级干，我要扁 Joker， 然后结果他跟我讲一段话。那我要打 Joker， 我要扁 Joker， 快！我靠，等一下，不要讲废话。这是什么、啊？扁死他！装，扁死你！我好想吐槽，救命啊！怎样？他王城长得也太像，太像我曾经看过的那个某部那个传说的那个吧，你像《热情传说》里面的那个王城。嗯，我知道了，玛丽，有件事要麻烦你，你先带他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，我把事情处理完之后，再带他来找我。收到，法蒂斯大人。
九克的声音好蠢哦。九克。不干净的东西必须交给山神大人揪。山神大人是真妹。揪。好可爱哦。九可好可爱哦。我又获得了人心宠物一只。到处都是人心宠物。而且都是妹子。这么好。冲啊冲啊。你喵咪咧快来帮我。不要一直叫自己。我是刚刚觉得好笑。是这样哦。话说以前商城都会送到免费的，那这次没有送。嗯，时装人真是这样。有帅哥。怎么每个人都在叫他改名啊？这个完全看不到脸耶。这可以转视角吗？不是。哎，靠腰，原来他可以用这个啊，那我干嘛那么辛苦啊，神经病哦。这样子移动就好了。啊，你发现什么？它其实是可以用那个上下左右键的。这里就是橡树平原，这里算是阿拉斯神的禁地，未经允许是不可以进入的。哦，可是它那个左右键是那个啊，没有办法。截然不同的生物，但也因为如此，啊，可是可以改左右键，不是？欸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只肥猫，哎，哪里？哎，而且还有一只肥松鼠。而且我看到小瀑布了，哇塞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它吃苹果哎，叽叽，这太可爱了。可是在这之前，我要先改按键。你血在冲啥？等一下，他怎么在打我？是怎样？他拿苹果在丢我，哎，哦，拿苹果丢人，对啊，有一只松鼠在拿苹果丢我，而且很帅气哦，他是咕咕哥哥，他还长胡渣，哎，超厉害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感觉玩那个游戏好像蛮兴奋、蛮激动的，蛮好玩的，因为他名字很好笑啊。感觉呢？抓他肚子，被尾巴打，没有。那苹果不科学，怎么没有掉下来？哎，欸，他哭了。你的身手还真很赖呢。那松鼠哭了，欸，真是太好了呢。被欺负还是被霸凌？我霸凌他。不对啊，我没有霸凌他，是他自己找我打的。这俗话有一句话要怎么讲呢？
他这不能改，好吧？希望你能骑上去。等一下，他怎么骑啊？他背上背着苹果哎。那安菲尔是在干嘛？我干！嘿，他真的骑的也快，也是不可思议。啊，他好可爱，他会吱吱叫哎。他走路怎么有点像巴德？巴德？他走路好像巴德哦。跳跳跳的吗？飘飘飘？对啊，对啊，没有没有飘啊，可是他就是跳跳跳的。就有点跳跳，然后又有点漂浮感啊。对啊对啊，就不。他就跳起来会有漂浮感。不一不一。甚至裤子、袖子、袜子、帽子，人家看到看到都一样。佳佳，你也讲一次了。佳佳，我们在不飞呀。啊，都一样，只是他们分。其实都一样了，是吧？这群复制人大军是怎么回事？好可怕。献上你们的心脏，这动作也太像了吧！只好，哎，有圣旨哎，对，有圣旨哎，佳佳拿我，好，那佳佳要说放生你，如果佳佳要玩圣旨，那我就可以玩其他的哦。想要什么就选什么，想要什么就玩什么。潘朵拉的宝贝，圣痕，为什么系统语音也可以换呢？这个是系统语音，大部分都是。有几个男生都是很欠扁，我好像是选第二个，我选第五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被揍了。集中精神，战斗还没有结束呢。这是一个老鼠在切菜的概念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被一闪了，一闪。你做的非常好，看来经历了些挫败。张水啊，我就是被你暴打了一顿而已，我就是被他暴打了一顿而已，他就跟我说做得很好，做得很好的理由是被你暴打一顿吗？我好伤心哦！哦，干像啊，要打！大贤者正在寻。哎，我可以转职哎！太快了吧！十等吗？我十二等了。法力斯大人。魔法石可以转成什么？哦，它只能转一个、啊，就转成魔法石。当当，哎、欸，不管，我要叫我的小宠物出来。巴德鼠。
干，是男道夫，男道夫啊！这是什么？打扰了，小乔。小乔，是法蒂斯啊！让你和客人们久等，真是抱歉。穿成是个萌妹子，对，是个萌妹子，胸还特大，带回家，还有沟哦。哇，这老头怎么长得好讨喜哦？我喜欢。那我哥哥不要跑，不要跑。贤者大人的法杖好漂亮，我想要。而且，我什么事都有做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个强化可以一直用到完吗？应该可以吧，我觉得。你有用完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在跑主线，你知道我这个看个故事就停不下来的人。哦。体质是哦，血量哦，我要点血量，算了，不填你。怎么跪坐在那个施救兽的背上？哦，他衣服是外观哦。对啊，他还想说为什么换装备不没有变？想喝这种奇怪的东西。佳佳说的奇怪的东西是指师兄又死掉了。师兄又死掉了，你们要吃啊？我后面跟着一只拿泡菜甩你脸，有，这种时候总是会有奇怪 ID， 比方说像那个喵姐之类的。他卡住了。这寻路是会卡住的 ，OK。你记忆才差，你全家记忆才差。真的，我刚刚看了那边也是一直笑。真的脾气。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弟弟，小六。啊！被靠飞啦！你被靠飞了。超级有
那个系统音是音效提示到。哎，这是哦，这是瞬间移动。我想说是什么奇妙的东西，原来是瞬间移动。哎，那个三神大人，这是不是你姐姐啊？怎么长得有点像？怎么会？主角剑律，这女孩之后一定也会被浊气侵蚀。你看，绿教都已经很不能用啊！为什么不能用？村长，村长，潘喵姐是爱村长哎。这个腿，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你要干嘛？会影响到哦，也好。小矮人呢、欸？一个长得像纳尔的，啊，可是是有智商的，智商的纳尔，对，有智商的纳尔，哎、欸，讲好像纳尔没智商一样，就讲的好像纳尔是智障一样。可以不要这样讲，纳尔很凶，他等一下就砸你东西，真的，圣诞树，圣诞树。啊，不对，嘎咕！明明是你们自己把圣物藏起来。圣物。地基又要打架了，怎么办？救救我！绿色的纳尔，红色的纳尔。这些肥嘟嘟的猪壳哪来的？算了，统统杀掉，带回去加菜。统统杀掉，带回去加菜。以多欺少，难道你们不觉得丢人吗？想要单挑吗？好啊，我们丛林部落最喜欢单挑了。你们挑一个人出来跟我打，要是能赢我，今天我就放了你们所有人。啊，你还是吃了他吧，我不想跟你打架。
原来。哦。你们现在在做什么？我在实况拉不出屎的绳子。想要什么就传递给我知道。要问说在哪边？我王子贴了，我王子贴了。我没有所以要看。我们的部落就在西北方。他这个我怕你会先问吗？所以我先贴给你，对不对？有时间看一下吧，就是有没有拿到封测账号，有点失落。这有什么？失落个屁呀、啊！哈哈，有人在呛我，你就帮我回人。没有啦，没拿到就没拿到啊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从几号啊？星期啊，礼拜天开始，我说要帮树抢。然后抢到今天都没抢到，我也很呕哎、欸。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啊，我从第一天抢到，从第一天抢到今天还是没抢到，我更呕。少我两天而已嘛。你至少有两只账号啊。那一个少女变性感的大姐姐。哎，又不早说。我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我有没有抢到，我说没有啊，谢谢。啊，我说有啊，我说有了，然后他说他抢了好几组。很扯，他超扯。都有啊。那个春雪 ，TT 说他有抢到，给你们看看。对啊，真的。老师说我想拿来卖，没有。好人只想拿来卖。想卖钱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果然你就是抱这个心态，所以才。没有，拿到也是直接玩。然后他有时间，今天好像是到十点还是十一点，然后、哦、明天是早上，没有啦，晚上啊，晚上十点，还有账号，然后明天好像下午四点到31号的晚上八点，还有账号可以抢，没有没有啊，结束了，今天就结束了，你说封测是不是？封测，还有。像那个咒术回战术一样，如果有人挡，就是有物件挡到你的角色的时候，会透明化，让你看到说你的角色实际上是在哪里，有点小缺点。因为挡住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的人物在干嘛。这时候你就要跟传奇建议了。也是，其实他还没开始之前就蛮多人在建议了，反正大家都把该建议的都建议吧，我也觉得、都差不多了，就是想建议的通通都在上面，可是没有目前进来的好像一项都没有用到啊。
这怪物怎样？太可恶！我们一开始就有人殉情了。对啊，一开始就有人殉情了。然后我们的青梅竹马也不见了，这是一个救青梅竹马的故事。快把偷走的圣物交出来，否则嘿嘿嘿。地精才不会做这种偷走圣物的事情。长得这么像那个13T 还是12T的那个小不点？哦，十二只药了。又是你们！这次我可不会再放水了。哎、欸，这是维欧啊。这狮鹫还可以双赛啊？对啊，超赞的，而且它是白色的，这才重点。嗯。哇，精灵超方便的，在旁边飞就好。对啊。啊，他们三神就这样走了。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？三神是这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是乱跑的人吗？对啊，三神呢？不过他有讲到说三神是他们自己讲的啦，他只是帮忙他解决一些事情之后，他们就叫他三神。哦。OK 的啦。哇，你们也好厉害哦，都会去看大概他们在讲什么。这书看比较详细啊，我还是蛮多都快速带过了。反正不要看那么认真嘛，风车再看那么认真就好了。对啊，我总想说这个只是玩一下而已，因为我就快速跳过啊。因为我也是速读，只看重点。我当初见你也是快看过，因为我想我剩没多久可以玩了，那我还不如赶快跳过那个看看还可以玩什么。他还没开始，所以剧情还没好。好像只剩下没几天可以玩了、啊。我那时候去玩的时候没几天，我就开玩。哦、oh. ，你知道我封测那个剧情只看到大漠，刚到大漠我就完全摆烂。我还不到大漠、哦，我那个时候还没到大漠就不能玩了。我直接到大漠就开始摆烂，然后我就跟你说，我干嘛练那么辛苦？反正还要三档啊。对啊。哎呀，我突然想玩玩看木子，我觉得法师让我有点力不从心。Simon， 我封测的时候来玩木子好，或者玩剑士也好，好多的熊啊，擦它。后面是捡到剑盾。有人在偷看我。是只超可爱的，要不然他超可爱的。他可以隔空用念力拉苹果。对啊，他而且拉苹果一直来砸你。叽叽，你怎么一直重复我刚？叽叽，他那个叽叽叽很像在赶巨巨。叽叽，我他妈还不死你！他在封城，他还会拿尾巴甩人，好可爱的。
TG。奇怪的东西，奇迹。我觉得喵姐也变成奇怪的东西了。干嘛？他肚子好大啊、哦！你知道，重点是他是你的奇宠哎、欸！我那时候真的是，我刚刚真的看到的时候想说，他这脚怎么起啊？不会自坐上去吧？还真是坐上去。他刚弯腰的时候，他的那个苹果篮的苹果都没有掉出来。你怎么槽点都跟我一样啊？哈哈哈马上召唤啊！哇哇哇！在家看到这个，一定会觉得很怀念的。好多的鹿形鸟，会不会觉得很怀念？啊哦啊！啊哦，这过去不是鹿形鸟，还是我记错了？哇，我应该来卖装。我都直接丢地上。真的、哦？真的啊，我都直接丢地上。Diamond。话说，佳佳，你玩什么职业啊？木职不是吗？我猜的。就地质。不然我玩什么职？哇哇，那个累累晃啊晃的，你们里面不是都怪物吗？怎么还有累累 NPC？ 怪物可爱，而且怪物也有累累啊。刚、啊、那个从一个少女变成大姐姐的那个累累。也请哥哥指教喽。好，给你个纠葛。差不多就可扣就扣哦，哇塞啊，法蒂斯一个很帅的拿剑盾，法蒂斯，法蒂斯干屁啦！打这么久，然后他一剑就秒掉人家，这食物真的像十等小怪那种感他动作好慢啊！帅耶，超稀有的，
吵什么吵？蓝色的纳尔，不对，这是菲斯，这是菲斯吧？哦，超像。他痛扁我们一顿，然后说你做得非常好。对，很奇怪啊，我也不懂啊。我们就只是挨揍而已。游侠，哎、欸，只能转二指，只能转固定的。哦、然后三转才是两个职业，嗯。其实那应该算一转啊，我觉得。嗯、我也觉得是一转。我刚刚是那个新手。对，我们刚是新手。我现在是转法师。哇，甘道夫！这款游戏到底是怎样，让你们联想到好多东西哦？看的长脚帽，然后胡子很长，而且他长得也很像那个，是甘道夫，他长得也很像那个叫什么汉斯，那个魔法森林那个。嗯。啊，护工跟魔工，看我是魔工还是武工啊？看你的技能啊。技能上面有写吗？你选武功好了，感觉。这技能物理伤害、自然伤害、物理伤害、自然伤害。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自然伤害什么？自然伤害应该是指我们平 A 的时候吧。还有黑暗伤害。黑暗伤害是什么鬼？隐身啊，不是隐身，瞬身，瞬身，夜影爪。自杀，就有点刺客的招。哎、欸，好快哦，好可爱哦！今天的精灵们也是很活跃呢。我选悟空哦。哇哦，冲超快！哇哦，冲超快耶！就是跑哎。我操！原来你们就在隔壁而已吗？是邻居吗？只是在打暗号吗？摇摆摇摆，长得这么奇怪，长这么奇怪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原野部落的间谍，小薇，小薇，快把这个间谍抓起来！不能让他暴露我们的身份，快点打败这些小怪！嗯可恶！我走着瞧。你要是敢继续往前走，小心！哦，叫出那个吱吱就不能，小心，不能叫那个我们的安神小姐。给我全力轰死这个原野部落的间谍！我地上怎么突然多了？为什么？我们都不能自己取名字，那小动物的名字都不能自己取。坏！那个丽晶又跑了，我们快追！啊，我们家丽晶，哦，跟着飞来哦，屁的！巨人丽晶，这一次这只是放大版而已吧？哦，他好胖哦，走路走到一半会卡住。走到一半会卡住。对啊，我自己手动走。九可老大，九可老大。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
你说你叫嘎噜？嘎噜是我上个礼拜刚过世的哥哥。你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还敢冒用我最敬爱的哥哥的名字？你一定是原野部落派来的间谍。胆小，为什么都这么？把他给我抓起来，严刑拷问。还有昨天那个人类，一定要问出他们的目的。昨天已经过了，现在就要去把原野部落给铲为平地。啊？他只是想害我们吧。哦，我们换衣服，看起来有性感的小蛮腰，小蛮腰。偷呀！等等儿，干捡个东西，一直点到怪物，霸气哦！干点到怪物，那你快捷键可以捡了？没有。那我敢保证，以后他一定会出那个捡宠。我们不是有森林妖精吗？他怎么不能当捡宠？传奇他想要赚一笔呀、啊！这个神秘少女好像山神姐姐啊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双胞？而且根据主角电律啊，那个长得很像三神姐姐的妹妹的那个，她之后一定也会被浊气给污染。我们遇到的人类应该都会，我觉得。哦，这妹子好萌的说。我觉得啦。不要啦，感觉跟我们遇到之后都一定会被浊气给干掉之类的。没有啊，那是谁啊？拿着盾的。这只是前期哦，搞不好是最终大魔王。哦，你像幻想神域的剧情也是超坑啊！最终大魔王其实是那个我们一直看了很久的那个贤者大教主。可是我没有看幻想神域啊！没关系，我现在告诉你。嘎咕，嘎咕，嘎咕，鲁拉比。我看到你说的那个长得像大儿子吗？对，背影超像的，脸就不像了。加菜，我感觉肉很多，没有错。来啊，单挑啊，干！玩白碗，怕你哦，来啊！毛茸茸的少雷鸣嘻嘻，我们知道坐在苹果上真的可以吗？我一直想问。哎、欸，你不是三神姐姐的妹妹？我们已经给人家乱取了。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我们又得到人心宠物一只。哎、欸，嘎咕，我们的精灵呢？
家被一群小屁孩追着跑了。啊，你也是，哇，他也是法师。我什么时候会光之魔法，我都不知道呢。冰霜的大精灵，请聆听我的叮咛。哇哇哇哇！好猛的冰珠啊，全部都冻起来啦！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哇，地精哎，大概是小六的同胞吧。神秘古老的宝贝，宝贝，主人会给我更多的宝贝。神剑母的制药果然在这里。你们是什么人呢？得到稀有宝物啊！哎，逃跑了！稀有宝物，直击神话铠甲房主。铠甲干，铠甲我不穿。你穿的应该是布甲吧？对啊，这应该是皮甲吧？哎，是皮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是皮，是皮。这以我的观察应该是这样。你直播骗你。还蛮有在打无双的感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继续跑。
哎，放错地方了。防御跟生命，今天也请多多指教咯。难选咯，你的话感觉应该是选防御，我也觉得是防御。哦，这个熊是怎样？丢高，他是用抽的、欸，可以啊！我刚刚有看到一个，那只应该是那个吧，就是地精，也是看他抽啊抽啊抽的，不然看到啥了现在？哈？哦，有了皮甲宝那个神话级的，发什么时候是总觉得有点。来试试好了，可以包空间不足。有，好有味觉。我就知道不会吧？乱叫什么啊？有没有听到他在乱叫啊？有。叫魂啊！哎。他那个绑脚是在胡乱哦。
指教喽。讲人话。被抓起来了。汽油宝是很好掉，我觉得蛮好掉的啊。我已经打了好几个，因为我一直听那个系统在乱叫。你怎么要打这一头阿狗的东西啊？揍他就对了。看又来了。下线就要苏醒了。OK， 我要开剑山。你好，哎、欸，刚好忘记买剑山包了、啊。这是什么魔豆凯撒？砸了他！砸了他！谢谢我的主人，只要主人不要忘了给小的。哎，我要说个好消息，我明天放假。哎呦！哇！魔豆凯撒，我明天本来要剪头发，然后我刚打电话去预约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那个设计师出国了哦，干！哦，出国深造。靠！力量，我充满了力量。
正好，那明天你可以出门去买那个啊，剑山的那个产品包啊。哎，我的精灵怎么自己打啊？干，你不要乱打、啊，小姐，冷静，冷静。他已陷入狂暴，他看到那群鸟就直接滋下去了，滋下去。怪我没有叫他打。间谍去丛林部落，你没有？那鲁拉比呢？把鲁拉比给我叫出来！这头目是阿凡达、啊，失踪了。这种时候失踪，啊、这是头目啊！嗯，已经头目是阿凡达、啊，这样只是让灾厄领主更加壮大。谁干的？阿凡达造型的纳尔，我刚第一个想到竟然是那个飞鼠，蓝蓝的，然后又是矮子。可是菲斯是他有他有鱼鱼鳞啊。为了摆脱封印，灾厄领主挑起你们两族的纷争，制造死亡，利用死亡。哎，不对，不是鱼鳞，他那个叫什么啊？解开封印。他那颗头叫什么？是你们的族人吧？他早就成为。快忘记他那颗头叫什么了。现在更是因为灾厄领主的力量而转化。看一下。葛瑞迪，他已经失踪两年了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这是从那个地精身上掉下来的物品，这是葛瑞迪的共主图腾，竟然敢外面人！我们葛瑞迪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章鱼头啊，章鱼头，他的耳朵像那个章鱼脚，想要什么就选什么啊！我要再打一次，三小。这时候要聪明一点，使用通用技能。不能用是怎样？是我骑着我家的松鼠吗？为什么不能用？算了，只好认命的跑了。
有猫咪。对，你的丛林印记啊，因为我背包满了，所以我要一直打干，来丢啊。难怪我打了第三次了。哎，喵姐有你的同类耶。啊？黑喵？对啊，是黑猫。我看到，而且是个男生。对啊。你是小偷的同伴，不是个萌妹子。我可没有小偷朋友，只是顺手帮个忙。毕竟混血人种生活总是不容易，你说是吧？哦，混血人种。奇怪的人，我们还是赶快去找法蒂斯吧。遇到奇怪的大叔。甘道夫，我们又见面了，甘道夫。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名字。啊！哎，他们走进来了。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寇特。对。那个守护者的笔记本，我其实也不知道那可以干嘛。背包好小，我想那箱子可不可以开一开？美女晕倒啦！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准备好，就到石教授那找我。先走了。哒哒，花德叔。光能弹。干，啊？什么的？不能穿装备，因为我力量没有五。但重点技能，一二三。他还有看数字的。有啊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哦。欸，树，你有印象？你有印象？门派有一个叫英文字母 YUD 的人吗 ？YUD。嗯，他是宙斯。怎么想不起来我们有这个人啊？对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有这个人啊？奇怪，我好像没什么印象他哎。我也没有印象，谁啊？有这个人吗？
我怎么不记得有啊？他根本也没上线过吧？还是果地收的、啊？要不要问一下？哎、欸，当他下线了。好吧。没关系，没差。明天再问。我好像有跟他打过招呼啊，我忘记他是谁了。糟糕，我想不起。神话级装备是不是要留着啊？来吧，我觉得可留可不留。可是他才十等呢、欸，那算了，卖掉。我有抽到一个三十等的，我要留着。有用。你好，外来者，居然是这样称呼的。屁呀、啊，他不是枪手吗？这技能怎么一点都不枪手啊？他是魔法师吧？这个药水都可以卖了吧？药水根本喝不到啊！他药水之后后面还会再送，你去打副本的时候会用到。先把主机卖掉，主机里一头拉苦了，真是悲哀呀、啊！略不够喝啊！敌人的真伪都分不清，你又要怎么对付灾厄领主？真的好靠腰哦！真 PC 到底。哦，我变大了，你变大了，哦，吓死我了！对啊，关于他好像跑步好快哦。好了，热身。他跑步超快的。怎么会让你这么简单就追上的？看就像混进地精营。比我想象中还灵巧吧。他说我长得这么奇怪，干明明都一样，就被暴打一顿了。干明明都一样，干我只用搓的、哦。我又被暴打一顿了。这游戏怎么每个那个很强的那种主要角色都会说我来测试你，然后就把你暴打一顿。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地精回来，小六回来，小六回来。哇，这是怒化的那个怒化纳尔啊，大只纳尔。他愤怒值已满了。盗贼，还有地精。哇，我看到盗贼跟地精在打架。总之，先下去看看吧。动作快点，往这走。喵喵，你有没有去po文啊？po什么？哇，只熊熊在问啊。嗯？哦，我有去问他。哦，他回了。他回了。可以重新。哦，他叫我重新再去领一次哦。啊，原来如此。然后等下去，他说我可以重新领，因为我金要拿掉，可以再重领。嘎噜，对啊，这句话你一定要听。你应该会感动，
啊。小熊说：“我担心了一个礼拜的说。我不看到那可以回答说，那我只好大恩大德照用吉亚冰尺子来回报你。对对对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一天一只，七只就好。然后我说你打吉亚冰九天。好，我没担心。哇，这边好漂亮！这个下去吗？不能跳，好吧。剑三坏坏习惯，去嘞！剑三的坏习惯，看到可以跳的地方就想跳。他没轻功。对呀，没有轻功。不是不给你跳，他是没轻功。原来十八等就可以打出10000这个数字，哈？你打出10000？哇！对啊。为什么？暴击！你太扯了。数你不是说才几千而已吗？对啊，我最高也才4000而已。你这个刚有一招暴击暴力哦。难道是点敏捷的关系吗？好不好哦？敏捷加暴击啊！看到那个10000的数字，应该会蛮爽的吧？那一下也9000多啊！哇，好高哦，比本子还高哎！那招很痛哎！就你知道那招干嘛？丢一颗炸弹，是一个死啊！轰炸！那一招超痛的！啊，看一下我的剑筋，多痛！在玩什么？拉普拉斯的神之蹦。拉普拉斯，讲话，喂，晚点有人要玩配对吗？应该没有。配对的话要凑满4个人啊。哇！我在想要不要解 GTA 的那个抢劫任务，找到人的时候啊。你明天不是可以？明天哦，哎，对，我忘记跟我朋友说，我明天。放假应该 OK 了，可是我还要出门啊，11点我要去捐血。虽然说不能剪头发了，还是要捐血啊。啊，你要去捐血？对啊。200啊，500啊，500，你捐500应该 OK 的。我不能捐500，500要60公斤以上，我他太小了，我只有45，那骗我，他太小了，没有60哦。我没有60啊，靠腰，我怎么可能会有60啊？没有重点，哇，那直接把自己的秘密讲出来耶！我怎么可能有60啊？白痴啊！喵姐就不高，你要他怎么有60啊？你他妈，我这个身高60，你要求过的？哈哈哈！要求过的？哪个身高？干，你可不要讲他这么粗啊！超坏！我刚刚这样一句话问出两个秘密，身高跟体重的。哎、欸，身高体重没有报真实的啊！哇，身高不是早就演了？不是我说我体重有45，我没有说我体重是45啊。哼，猜就好了嘛，就上下而已嘛。嗯，我也没错啦。好啦，好啦，不可能下。有45，那就是上哦。那又更
确定45以上，45到一百以上啊，一定以上啊，废话，以下还得了？当然，以下就不能捐啊，而且以下是过瘦哎，45到100之间，那应该好油，要人命啊！而且体重应该感觉上应该差不多快50而已，不到。哦，又更接近了，又更接近。那也可以，回捐钱回来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。以前胖的时候是有到50啊，可是现在吃到就胖不出来啊，可能就工作吧。干我上次我爸居然跟我说，你最近怎么都那么瘦啊，都没爱吃哦，然后很就这样跟我讲，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我会瘦吗？然后我妈就摇头。没啊，工作真的会瘦，因为累，主要是累，然后又有活动量大。呀，我好想玩弓箭手。没有弓箭手？有弓箭手。有二转有啊，刺客啊。在伺候着后面。啊，所以我可以玩弓箭手。对，你可以玩弓箭手。之后他都乱打手，喵咪嘞！哦，一级喵咪怕吐。要逃到哪里去呢？我一直选防御的话，我不会太坦了。求求你们，因为他不是都是防御生那个生命一直给你选。没听见，我是两边都选。我一直选防御。哎、欸，猫咪。什么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走。哇哇，我们可以捕获一只黑猫吗？在哪里啊？我在。你玩到第几章啊？这样问你比较快。我已经玩到暮光山崖了。啊？反正就很后面的地图啦，真的、哦？好吧。有只猫咪啊，那就去死吧！怎么？你不是狠心吗？我可以一个晚上追上你。嗯。你疯了！等一下就要关掉了，你还一个晚上追上他呢？玩到哎、欸，对哦，十二点。没有，好像到十一点、哦。救命啊！他的力会好帅啊！哦，超帅的。那明天你们要玩的话，那是下午四点到31号的晚上8点。哦，明天跟牛牛你玩吧。没差，没差。不行啊，我现在已经占用明天的那个。还是牛牛根本不想玩。哦。可恶！我排挤你们。哦，你知道他在过程动画，我好猛哦。我一个高跟鞋踹了他，的话应该我会玩礼拜六了。祝你明天要开没关系，因为我玩的话应该会玩啊。礼拜六也不行，礼拜六我还要补班。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哎，怎么会要补班？啊，因为这是年假，他有一天就是弹性，所以他那一天会有补假，然后那一天刚好我们又要吃尾牙，那一天我回来又玩了。那一天出不回应该要10点以后了吧？苗姐，我找到你的菜了。哪里？我将截图给你看。哦、oh。虽然说是个男的。哇，这个家伙是艾莎吧？我截小窗给你看了。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我还是觉得他声音好大声，我要关小声。我已经一开始就关小声了，哈哈。关小声了哎、欸，怎么不能跟他说话？是这样卡住了吗？如果这家伙是女的，大概就是我的菜。对，真可惜他是男的。哎、欸，对，喵姐，忘卡了、欸。卡卡的懂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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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干嘛要接
不知道怎么跟你接，谁为什么要接？接不下，然后要接什么？跳针跳针啊！不是接噗滋噗滋噗滋哦，跳针啊！对啊，我们手阵都还没打。对啊，我们手阵都还没打。哎，有副本哎。嗯。有啊，你们明天等级差不多，你们可以一起去打看看的。不是有已经有什么宿敌洞？我已经打完了。好打、啊。单你已经体验过了，好不好打？我自己打是不好打，但是喵姐打的话应该超好打的。哎，真可以单刷哦。可以啊。我第一法师单刷完了，觉得有点辛苦，主要是因为他打我好痛哦。是哦，嗯、我想等一下去看树的人物哎。嗯，你看我时光台就看得到啦、啊哦。对，粉红色的哦。再几遍，帮他回答。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红人是这样哦，爬鸡爬鸡，哇，好爽哦！那打掉好爽哦！哦，好多鸡族啊！那我应该大概知道花生公社的时候会玩伺候了。他一定会玩，他很喜欢刺客类。那个数字他一定会很满意的，嗯。他很喜欢玩刺客类的角色。刺客类好玩啊，因为打很痛啊。最主要是比较喜欢玩天行哦，这是三角啊。他的暴击应该也都很爽。被骂了。啊，你被骂？我被那只黑猫骂了。哦。救了他，他骂回去啊。他救了他，他骂我多事。拔你尾巴哦。骂回去啊。干都不要，就这样骂。不是剧情的需要，我也不救你。对呀、啊。去一只猫，抓你尾巴哦！一个炸弹就轰死他的。正好我也想一个炸弹就轰死他。剑灵的刺客好像也有炸弹的。哦，他剑灵的那个是丢子的那个。不雷，手雷。那颗手雷也很痛，你就叠毒之后爆下去。通常手雷都很痛吗？炸弹类都很痛。嘿，哇！一颗炸弹在全部蜘蛛死光光，然后就接一个字爽。对啊。哇，那如果再次引怪隐匿，然后让你轰的一声，对啊，爽。然后圣子在后面又补血，可是你是个技术好的话，也不需要用到战士帮你拖怪啊。是啊。吸氧，吸氧。
它是会自动补血哦。对，难怪。然后你的那个保护神也会帮你补血。等他死掉了，可以再召唤出来。可以哦。反转就是进个门而已，做动作。干！再丢你一个手雷就死了，你还咬我？爬起来了！卡奇村那边就交给我来处理。你快去追那名小偷。还有啦，他 boss 那也蛮难的、啊，因为他会抓人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还同样这样子奇怪 boss， 你还要打三只。哦，打完一只还有第二只。这里面好像有点黑。哇，哎、欸，你看前面有光，应该就是出口了。哎呦！你的身体是李斯特，他出卖我们。骷髅，这叫声很奇妙。妈有在转化的骷髅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有吗？真的，我怎么突然有点迷了？哦哦，是在前面吗？哎哎，有了。李斯特，他跟德克斯特有什么关系？念起来很像哎、欸，抄袭的关系。实验室里，当哎哎哎，你跑！啊，看这个宝箱之后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妈的，打这么久才开，有宝物，可是我没有拿到稀有宝物箱。都那是黄装，他好像都是自己捡起来哦。就是那个什么稀有那个，他好像副本不会啊，可是那地图上面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金色箱子啊。还是那个他是指那个、啊、蓝色，蓝色箱子也是稀有宝物哇？好吧，是啊，那个蓝色就有些不是掉在地上吗？对啊，可是我掉很多都没有奖哎、欸，我只有掉那金箱有奖。然后后来就是不知道掉了什么鬼东西，他突然讲了，干在后面丢，你以为我没看到？我去扇你两巴掌，嗯。有种在打无双的感觉，好好玩哦！
那只声音好像七个四哦。最好让我看见我应得的东西。主人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，盗贼。什么人？啊，是你？我还以为你早就逃了呢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那些家伙已经没有用了，与其带着一票废物，不如发挥他们最后的用处。哎，跟你说这么多，你也不会懂的。下次你会说，要不是后继马力，他讲话好，他讲话好机车哦。不过已经无所谓了，你也一起去找他们吧。不行，天喵必须活着。No！ 靠，你也太快就挂掉了吧！亏你还有你还有头像，哎，还活着，哎，原来还活着，我以为死掉了。不要这样乱诅咒人。Hello。哦，刚刚他抓我抓我，喷喷，然后把我抓起来扇好几巴掌是怎样？LO 现在有什么新的英雄选择模式一起用是什么鬼啊？好像是那个吧，哦、新界面金角啊，金角出来了，那就是换新界面了。嗯，他用什么新的英雄模式一启动，我看不懂模式哦。嗯，他这就是像上次黑喵说的，他要打那个什么才能用啊？积分哦，好像是。那是什么鸟啊？哇，打无双喽！打牌的，干又把我抓起来扇好几巴掌了，你这混蛋！打回去了，点回去了，去死啊你！哎、欸，他后面地图根本在打打转战国无双，哎，超好玩！哎、欸，真的是那个蓝色星星的箱子哎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他就讲太棒了。超新哟，语音不一样。对啊，我只是一个小鬼，跟那个开头看到那个青梅竹马的名字一样。是用一个妹子惊叹的惊叹的声音。但他晕火，丢你一个炸弹去死！可以直接拔啦！吃我的拔啦！我的山林怎么一直死啊？死掉蜘蛛尸体一直丢是怎样？抽筋吧？可以啊，我看他一直丢。这背包快爆了！你要先随时要清背包啊，背包给你。有啊，我刚母亲了啊，现在又快爆了，下来打个副本又快爆了，看你在后面偷打，我过来扁你。哒哒！
国经典女装。哦，这只是那个那只 low 的。这只也太像 low 的那个魔魔干魔豆哦，不是那个什么魔豆凯撒，对，超像的。一模一样啊！我刚刚看到他破图了，真的假的？对呀，好笑。你要去哪？凯撒，你要去哪？维拉亚凯撒。对啊。凯撒，你要去哪？对啊，要走了。干嘛什么的？有个很帅的影片，他说车子怎么踩都踩不动，然后踩，然后重点就是他踩的是 Doom 2，不是以前的那种画游戏嘛，车子都旁边都有那种，哦，那个不知道啊。结果他就狂踩，然后狂踩，重点他踩的是那个，他踩的是 Doom 2，白痴。他狂踩丢就踩得超认真，好猛哦！然后还有人来帮他，你知道，帮他扶好车，然后让他继续踩丢兔。这是怎么的概念呢？迪纳尔，迪比尔。干，他要把我抓起来下个。这 boss 怎样啊？都这样欺负人哦！看啊，我的三步五时就给我回去了，是怎样啊？妈呀！干，撑个一下也不行哦，又回去了。他好弱，三两下就不行了。给我贡献一下好吗？好可爱啊！这是什么鸟东西啊？哦，听到他喊打击模式启动，我要快跑了，不然他一直吓我。他会一直吓我。大别摔我，白痴！八七。八七。扁死你！我他妈还不扁死你！扁你！我扁死他了！保安，你的头啊！当一个人在慢慢打，然后你一直回去。三零真的是太不专业，这三零一直死掉。对呀，啊，然后一起来又在那边早安早安早安 ，God！ 我在那边打很辛苦，一直在那边早安。三零有很大的烦躁感。哎，这家伙真的是傲娇哎！想要什么就选什么。哦，这件不就前面那个是变色板而已嘛！哇操，好敷衍啊！
看到一个新闻呢、欸，好瞎、喔。嗯，怎么了？就一个什么叶小姐开车，然后旁边一个李先生骑车，然后李先生因为两台车靠得很近嘛，一个骑车一个开车，骑车靠的车的很近，在台北，结果那个李先生一个紧张骑车嘛，紧张啊，然后有点吓到吧，太近了有点吓到，然后就自己摇晃车头自摔，然后死掉，真巧，他自摔死掉，然后旁边那台车子，那叶小姐的车子是，就是好像我看到他摔倒，但是就是跟他无关就对了，然后他还是顺着这样就开走了，没有他的事情，结果法官判他那个过失致死，那个造逃啦，造逃，判他造逃，很衰耶，就明明跟他无关啊，他还是开他的啊，他开他的车，他在他的线上，然后说因为他刚好在旁边，然后他看到人家摔倒没有去跟人家关心，没有跟人家看，也是他造逃。这个新闻有报，有一个就是车子好像他离那个车子太近，然后太过于紧张就自摔。嗯，那算什么？蛮松的。我知道那个书在干嘛了，书要给守护者。哦，他会有经验值。我们前期应该都是这一只吧？那我就全送。后面还有吗？后面还有什么守护者吗？我目前还没遇到哎、欸，就只有这只嘛。可以的话，可以把黑猫收成守护者吗？他好可爱哦、喔。可爱。他说是公的，但是看得很顺眼。对，顺眼。顺眼已经胜过一切了。哎哎，这不能用啊！靠腰这两件衣服就换个颜色而已。对呀、啊，很多都这样啊。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也是啊，啊不就前面那件，然后换个颜色，然后蕾丝边去掉而已嘛。那刚刚那个时候还想说，哎，你这件是不是拿到那个？那我多了一只猫咪。啊？为什么？对吗？可是 是男的，是公的，你要吗？终于要到终点了。没啦，他是 NPC 啊，只是跟着你走。怎么没有真的猫呢？可是他不会帮忙打在重点。他完全没有要帮忙打的意思，可以不要这么的废吗？看到了，真要说玩到现在有什么缺点的话，就是他不能边跑，他不能跑带打，蛮可惜的。法师不可以的话，就看后面攻守可不可以了。嗯，可能要看描写。影片好像攻守有诶、欸。
他可以顺着进去啊。因为像我现在玩的法师是没有办法跑带打的，所以有点不太方便，机动性不是那么的，不是那么好。所以等于他这个游戏不能放风筝，对，他不能风筝的，不是风筝怪，有啦，可以风筝怪啦，可是打你还是不痛。应该是你的技能推怪的吧？我操，死了！三小，我被什么东西打到了？嗯是不是现在三分钟后关闭哦？关闭之后就是来所剩的。杜尼在哪？我在副本里面啊。啊，我已经关掉了。